感謝主。好啦，我哋今晚咧係會用呢個講道，即係話喺分享信息嘅時候咧，這個大綱啊。咁咧，其實我哋基督徒個個都有機會可以分享嘅。而我呢個方法咧，分享信息咧，係可以話你輔導嘅時候可以用得著啦，領小組嘅時候用得著啦。有機會將來你分享信息，真係咧有機會喺台上去分享信息，都係可以用得著嘅。咁我哋首先講咗個簡單嘅大綱，然後咧就跟住咧我就會用不同嘅例子去操練去練習。咁其實喺網上已經擺咗好多次，我講到呢個法輪神屬性講道法。咁誒裏邊咧講咗不同嘅好重要心態咧，有神嘅生命啦，係因為有神嘅生命而講出嚟嘅，即係唔係好似我就係為咗講，而係咧我哋有神嘅生命好想將神嘅恩典講出嚟。咁而呢個係一個大綱，一個可用嘅大綱，係唔係淨係用呢個大綱可以用不同嘅大綱？咁而呢個大綱咧，亦都好重要咧，就係如果我哋能夠首先經歷到神嘅作為先，感激神嘅作為，歡喜神嘅作為，然後我哋分享嘅時候咧就會好唔同啦。咁嗱，呢個大綱咧大約係咁啊。第一咧就係譬如有一個主題，這個主題咧可能講到譬如話神嘅喜樂咁樣啦，譬如神嘅喜樂。咁人嘅反面例子係乜嘢咧？就我哋就可以講到咧，即係人咧好多時會唔開心咧，就算基督徒都會唔開心喎。就算基督徒遇到困難，係咪自動會開心咧？未必嘅喎，唔係係咪自動咧就有啲煩惱放低曬咧？未必嘅喎，即係人總係嗰種罪性咧會跟住佢嘅生命嘅。咁如果佢越親近神咧，佢越平安喜樂。咁即係呢個反面例子咧，就係譬如喺呢方面，人會唔開心啦，唔開心嘅後果係乜嘢咧？跟住會有發脾氣啦，會煩惱啦，對人生失望啦，對人又失望啦，即係對於周圍嘅都可以好灰。即係基督徒唔係一定正面嘅，愛主嘅基督徒、親近主嘅基督徒先係好正面嘅。即係一個唔愛主嘅基督徒或者軟弱基督徒咧，那個反面例子就喺喜樂方面，佢可以失去喜樂嘅。咁而喺神喺呢方面嘅嗱，呢個反面例子亦都有時可以用自己個人嘅例子嘅，即係譬如講下。我都試過，有時都好煩啊，好揞住個心，揞住啊，真係咧發夢都唔開心嘅嘢嘅。醒嘅時候咧都會即係我聽過有人咧發夢醒係流眼淚嘅，即係個夢中流眼淚，醒咗咧發覺真係有眼淚流出嚟嘅。咁咧，因為呢啲更加真實嘅分享咧，係會令人覺得，即係令人覺得咧更加呢個信息同佢有關啊。但如果我哋所分享嘅，就只係一種理論性嘅時候咧，咁啊對於我哋嘅幫助就唔大啦，對於人嘅幫助唔大啦。好啦，跟住第二咧就係神喺呢方面嘅性情同埋恩典啦，即係譬如話神係喜樂嘅，首先我哋講喜樂，咁咧神本質就係喜樂嘅。雖然神要好多嘢要做，神要做嘅真係多到咧我哋冇辦法想像，因為每一個人佢都要計劃好多嘢，咁全世界咁多人，全世界咁多樣嘢佢都係托住嘅。咁所以神有咁多嘢做，但係佢又好輕鬆嘅喎，佢做嗰陣時一路開心嘅喎。咁咧，我曾經聽過有人咧，有一個人佢祈禱成日都上天堂嘅。咁佢上天堂嘅時候咧，佢就見到一班天使喎，佢哋好似喺度玩喎，佢就有啲好奇行過去睇。原來咧，佢哋唔係玩喎，佢哋一路咧喺度一路禱告啊，一路咧做緊神要做嘅事。但係咧，佢嘅心你個做法咧，好似喺度玩咁樣樣嘅。原來喺神嘅天國裏面咧，神又開心，天使又開心，天上嘅聖徒又開心，而我哋都可以開心，因為神嘅本質係喜樂嘅。咁而佢嘅恩典係乜嘢咧？就係話神會將喜樂俾人嘅。譬如我哋今日祈禱都有啲人經歷到喜樂啦，真係咧神將好奇妙嘅可以將重擔攞走，讓人可以經歷到喜樂，亦都可以將喜樂嘅恩膏賜俾我哋。咁喜樂恩膏係乜嘢咧？就係話，我哋為人祈禱嗰時咧，可以傳遞喎，即係話嗱，我哋經歷到神嘅喜樂啦，我哋可以傳遞俾人。咁我感謝神喎，喺1998年嘅時候咧，我經歷聖靈充滿啦，跟住幾個月之後咧，我就經歷到喜樂。咁啊喺個聚會裏面嘅時候咧，我真係裏面咧，哇咁湧啦，好喜樂，係咁喜樂出嚟。我一經歷我就覺得好好嘅禮物。我要珍惜，我要珍惜，我要真係咧真係能持續有呢個嘅喜樂嘅恩膏。咁我就一路咧喺個聚會不斷咧，就一路諗住耶穌，因為嗰陣時我已經經歷聖靈，我已經學到點樣用個心靈愛慕神咧，就隨時經歷神嘅。我發覺咧喺裏面一路感激神咧、愛神咧，就會經歷到神嘅能力。
咁我當我經歷咗喜樂咧，我又即刻喺裏面咧，所以我就先叫你哋呼叫出嚟。我喺裏面咧就一路感激神、中意神，咁我啲喜樂一路湧流湧流。翻屋企嘅途中喺個巴士，我都係一路做，但我就冇笑出嚟啦咁。好啦，然後咧就翻到屋企，我又繼續咁做，因為我唔想失去。冇人叫我個，係我自己個呢個動力，因為我覺得神俾我嘅禮物最好嘅，因為神嘅喜樂係非常好嘅，咁又能夠傳遞俾人呢、这個為我祈禱嗰個人，佢即係將佢神俾佢嘅喜樂傳遞俾我哋。我當時我哋一班弟兄姊妹，我教會佢咧，一班一齊經歷喜樂啊！咁然後咧就我就日日保持到今日為止咧，我一諗耶穌咧，即時有能力，即時咧有喜樂啊，有愛啊！咁而我為啲人祈禱，有好多經歷喜樂，真係有試過好憂傷嘅喜樂嗱，呢個就係喜樂嘅恩膏啦。咁神都想俾你嘅喎，唔係淨係俾某啲人嘅，神想個人咧有呢個係大家都可以有嘅禮物嚟嘅。咁呢個就係即係話呢個如果講係喜樂嘅神喺呢方面嘅性情啦，同埋佢嘅恩典。好啦，又講出點解人得唔到呢種神嘅性情嘅喜樂嗱？呢個同第一有咩唔同咧？第一就講個現象同埋後果。即基督徒都有時都會好煩嘅，基督徒都有時唔開心嘅，都會咧同埋個生命都會有時破碎嘅。第三咧係講出點解啊？點解咧？因為我哋有時咧基督徒都會個價值觀咧係好執著於世界上嘅嘢喎。我要叻俾人睇，我要成功俾人睇。當唔成功嗰時就覺得唔好啦，唔開心啦，或者咧喺個心裏面咧，即係譬如怨恨某一個人啦。饒恕某一個人個心裏面亦都係好難有喜樂嘅，即係呢啲咧喺我裏面咧就成為啲破壞啦。同埋人好多時係唔放嘅，譬如我細個嗰時咧，因為屋企成日鬧啊嗰啲咁啦，我細個係唔識笑嘅。我係信咗耶穌之後咧，我就開始識得笑啊，即係神可以將我改變啊。即係話有好多人成長係冇乜笑嘅，咁於是咧你話喜樂喎佢。點喜樂啊？聽耶穌點樣喜樂啊？即係佢心裏面嘅觀念，聽耶穌咧就係聽耶穌嘅道理，所以佢冇即係佢嘅觀念上冇理由信耶穌祈禱會喜樂嘅咁。咁但係有啲人就會好歡喜，有啲人就喺個傳統思想上好難改變。咁啊嗱，呢個就係人活出嘅原因啦。咁呢個係大家可以思想求神俾我哋諗出咩原因。跟住第四咧就係點樣可以得到神嘅呢種性情或者恩典啦。咁啦，譬如話喜樂，咁我哋點樣得到呢？首先，我哋放低啲重擔先。咁咧就點樣放低重擔咧？個重點咧都係恩典嗰嚟喎，就係神係照顧我哋嘅。嗱，好多人信耶穌，但咧硬係咧去到錢咧就覺得神會幫嘅，一去到錢咧就覺得神咧呢啲同神冇關嘅，即係啊我啲煩惱俾人炒魷魚，就覺得咧好似神會幫到我，並且咧有時會咁啊，一炒魷魚啊，神都對我唔好嘅。神都唔愛我嘅，都唔關心我嘅，咁啊埋怨神喎，更加咧係會冇喜樂啦。咁所以其實能夠經歷到神嘅屬性咧，好緊要就係話我哋認識神幾好啊，神幾愛幾愛人，死想祝福人，神嗰種本性點樣喜樂，神一定照顧我哋嘅。嗱，其實我哋個人都有困難時候，我自己都有段困難嘅時候嘅。喺我經歷聖靈之後，神俾我十年嘅時間咧，係操練我生命。我仲記得嗰陣時咧，我唔係喺香港嘅，有一段時間，即係我有段時間初期喺香港啦，後來我離開香港。咁我其實我好想留喺香港嘅，但係嗰陣時咧係唔可以留喺香港。咁我咧就我仲喺度行，跟住嗰陣時咧就好困難啊，即係因為翻到去咧係未冇侍奉啊，冇經濟，咁而有一種壓力啊，因為家人嘅壓力咧，一種壓力。咁嗰陣時咧，我仲記得行過嗰啲成。泊咗個車，我話咁多人，佢哋嘅經濟都冇問題，所以佢嘅車。但係我而家我經濟好有問題，所以我仲記得呢個咁嘅時刻。但係跟住我就話，神應承咗先求佢國同佢義，佢啲一切加俾我嘅，我就日日宣告。雖然我睇到嗰啲困即係人嘅有啲人經濟好好嘅，但係我就話其實神一定有佢嘅計劃。咁喺嗰段日子咧，真係神一步一步幫我，但每一次咧、那個幫助咧係。幾個月或者一年嘅啫喎，即係一年嘅時間，跟住咧又要再有要新嘅出路啦。但係神每一次都有出路，一路咧即係其實呢段時間係一個操練時間。神冇即係佢照住佢應許做，佢冇抌低我，佢冇唔理我，所以我就好深信神真係幫我嘅。我就喺個過程，我睇到神嘅幫助，咁我就
即係喺個時候咧，我發覺咧，雖然我有一段操練嘅時期，但係其實喺呢個困難時期，神就幫到我掹住耶穌，同埋對耶穌有信心。因為係好幾次咧，係好不可能嘅，神供應我嘅。咁好啦，即係話呢度講出點樣啦，就係話我哋相信呢個神係最好嘅，而放低我哋啲煩惱，而一路親近神嘅時候咧，越嚟越能夠經歷到神嘅同在，越嚟越有喜樂。至於呢度詳細講咧，其實有好多方面可以講，不過我大約俾大家一個觀念。咁樣挑戰咧就係話，既然係咁，我哋今日可唔可以做一個喜樂嘅基督徒咧？而家可唔可以將啲煩惱放低咧？可以。而家將啲重擔你擔心緊嘅嘢可唔可以放低咧？神會唔會幫你咧？或者咧，你為某一個人而激氣嘅，可唔可以放低咧？咁呢一陣可唔可以話神咁愛我，我就輕省，我就喜樂，我就感謝，我就開心。我就開始咧親近神啦，有啲人又會咁話，我想喜樂，不過冇喜樂又唔開心喎嗱，咁又成為一種另一種擔子喎。但係我哋咁樣諗，祈禱平靜啦，其實多數人都會平靜嘅，平靜已經多謝神啦，祈禱平靜多謝神，神愛緊我。嗱，當你感謝咧，你可能咧又開始覺得咧輕鬆嘅喎，感謝神，神叫我輕鬆，咁咧然後慢慢咧越嚟越享受咯，感謝神叫我享受祈禱。然後慢慢咧，其實你當你咁嘅時候，你個心裏面都會有啲開心嘅，有進步喎，平安咗咯，平靜咗咯，輕鬆咗咯喎，有享受到咯，咁啊開始咧，即係話好感激神啦。咁然後咧，當我哋覺得事情改變，我哋都會開心噶嘛。咁樣個人咧就越嚟越喜樂。咁有一日可能真係經歷到聖靈嗰種湧流嘅喜樂。咁呢個就係一個挑戰啊！我哋可唔可以即係靠耶穌？向住呢個方向去知覺，我哋容易會煩惱嘅。我哋知道我哋容易會諗到唔好嘢嘅。我哋就話神啊，我轉移目標，望實你，唔好望住啲困難，捉實你，掹住你，親近你，你必定幫我哋嘅。嗱，咁我再一次用翻呢個大綱，但係揀用第二個主題，第二個主題嚟到簡單咁講。譬如咧，神嘅計劃係最好嘅，神嘅計劃最好嗱。人的反面例子是什麼呢？我再示範這個，跟住之後我們就會操練了，就是操練我這個主題，由大家一起去想怎樣去講的。我現在講個例子，即神計劃的東西，他第一個計劃最好，第二他計劃一定會成全。人的反面的例子是什麼呢？人很多時候想計劃，譬如有時個仔啊，我將來個仔要將來做醫生啊，做什麼偉大的人啊，有時有些人會有些計劃的，或者想結婚之後咧點樣婚姻美滿、開開心心、快快樂樂，但係咧往往咧計劃咗個想個仔女點樣，個仔女未必會咁樣樣喎。想個婚姻好咧，點樣知婚姻冇幾耐又開始發現有問題喎？即係就算佢自己好努力啊，但係都發覺有困難嘅，因為人冇能力令到個計劃成全。即係譬如你一方面盡曬力啦，另一方面未必盡力嘅，都可以破壞嘅。咁所以人嘅計劃成全，未必成全到，而家未成全咧，有時我會好失望喎，好唔開心啊！哎呀，我最緊張嗰樣婚姻，居然咧係破裂嘅時候咧，個心就好傷痛啦，即係呢個計劃唔到。好啦，咁神嘅喺呢方面嘅屬性同埋恩典點咧？神咧佢係真係有最完美嘅計劃，好簡單，佢就係計劃呢個所有嘅星球啊，嗰啲運轉啊，一路咧喺未到世界末日之前啊。都是很正常的運作的。如果這個世界的運轉神所計劃的，譬如這個月亮圍著地球，地球圍著太陽，跟著那麼多行星，那圍繞怎麼知道呢，就火星撞地球的時候呢，這個世界已經混亂了。或者這個世界其實我越看那些動物的片，就發覺這個世界的設計真的很漂亮，很多很奇妙的生物，很多種的微小的生物，很多種的生物維持這個世界的平衡。其實人都搞整得它很彎了，已經有很多個很多用的科學的東西令到它彎，但是依然這個世界依然是依然維持一個好的狀況。即是神的計劃是很奇妙，還有神的救恩計劃，神怎樣預備耶穌來，神呢還有在我們生命中預備我們得救，神的計劃它的計劃是很好的，並且它能夠走出來，神那種是很完美的。好了，為什麼人不能夠活出計劃呢？因為人太過喜歡用自己的方法，因為人的智慧有限，人以為 我要成功我要厲害，
佢以為呢種心係好，但呢個心其實是一個自私嘅心，一個自私嘅心結果係會破壞嘅。人係好少真係全心去親近神，嗱，就算侍奉神，有時都會咁喎。侍奉神嘅時候都好想叻過人，咁呢樣你又破壞咗啦。但係我哋侍奉神嘅時候，真係祝福人咧，神就真係興起呢個計劃喎。即係基督徒嘅計劃係可以係好嘅，只要我哋真心服侍人、服侍神，係一種愛人嘅心，咁神喜悅咧，神就會令到無論嗰件事有幾大，我哋其實另一個錯誤嘅觀念，我侍奉要大我先係好嘅，唔係一定嘅喎。有時你幫到少少人，但係能夠改變嘅時候，都係一個好大恩典。譬如去到韓國嘅宣教士，起初去到宣教士咧，係俾人殺死咗嘅，但佢留低個韓國翻譯咗嘅韓文聖經咧，就將來後來留咗喺度咧，影響韓國咧好大嘅復興。咁亦都有啲人咧去到一啲食人族嗰度傳福音，又俾人殺咗嘅。但係咧，佢嘅果效可以好少喎，但係咧神都喜悅嘅，即係只要佢行喺神嘅路上，即係話人點解唔能夠活出神嗰種計劃咧？因為人往往用自己嘅思想，人嘅思想好有限嘅。好啦，我哋點樣有神嘅計劃咧？有神嘅計劃，第一我哋放低我哋計劃。嗱，有曾經我睇過講到比喻嘅，就咁講嘅，就講到咧有一個人咧就幫你嗰個電器師去處理啲電線，點樣知越處理越彎喎，嗰啲電線咧翹到亂曬龍，跟住嗰個電器師就話：嗰個幫手話，我點樣幫得你啊？嗰個電器師就話：你唔幫我就得噶啦，你唔幫我就幫緊我噶啦，即係你唔好做，你就幫我，等我搞翻正佢啦。咁咧即係話喺神嗰度咧，有時我哋放低我哋嘅計劃，嗱唔係話唔幫我，而係我哋放低我哋嘅計劃先，因為我哋嘅計劃會破壞嘅。如果我哋諗住我點樣做嘅時候，係會可以破壞。咁而神有計劃咧，神會 download 俾我哋嘅喎。只要我哋肯聽神第一步，神感動我哋唔好犯罪，我哋聽話嘅時候，神就會開始指示我哋點樣行下一步。神真係時時同我哋講嘢嘅。如果你安靜嘅心同埋你肯聆聽、肯順服，咁我發覺咧，神真係提我好多嘢，提我點樣咧？點樣關心某啲人啦？要做啲咩嘢啦？提醒有啲嘢我本身未必最想做嘅，但神提我要做呢啲嘢。有啲嘢我好想做嘅，神提我點解呢樣嘢一定要做先咧？係因為你想做，咁又提我呢樣唔好做先，做翻神想你做嘅嘢。咁咧亦都神會俾智慧，譬如教導啊，好多神都俾我好多不同嘅教導。神真係好好嘅，佢有計劃，佢就會成全喺我哋身上。只要我哋肯行神嘅路咧，咁神嘅計劃最好嘅天上咧，係一個最完美計劃，最偉大嘅。你行神嘅路咧，你就會成為一個偉大嘅人，越嚟越被提升。但如果我哋越用自己計劃，可能就越多問題；越用自己嘅詭計啊，要達到某一個目的嘅時候，係越破壞嘅。咁所以我哋放低呢、這個，然後咧就信服神，多睇聖經，因為神咧嘅智慧喺聖經裏面，同埋神就教導我哋點樣去思想，點樣待人接物。聖經嘅方式係最好嘅。然後咧信服神，又親近神。在什麼時候都留意到神給我們的意念，有時你一起身忽然間神給個意念，你今天關心誰呢？你今天做些什麼呢？我們回應神的時候，神一步一步帶領你走到眼前祝福誰人，跟著後來你就祝福其他人了。好了，那這個是如何啦，由挑戰，那你想到現在開始放下你的計劃入神的計劃，這個挑戰大家想一想，你的計劃是怎樣呢？有多少是神的計劃呢？你能不能夠入神的計劃，能夠放低你的計劃呢？你的挑戰，挑戰不一定要很大聲的，可以細聲都幫人想到東西的，是不是？你有沒有計劃你的人生是怎樣？有些人就沒有計劃，這個是另一個問題，他沒有計劃，他就怎樣呢？眼前有什麼就做什麼，就是上班、放工、回來，回來就看電視，那你沒有想到有什麼做，沒什麼想到怎樣去發揮個生命。其實我們的生命是很寶貴，很有價值，可以祝福很多人的。那我們可不可以試試放下那些浪費時間的方式呢？而是將個生命真的煉淨，給神去煉淨。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，就必作貴重的器皿，成為聖潔合乎主用，預備行各樣的善事，神就會使用我們的。那然後呢就挑戰了，願意這樣做呢，即係放低自己的計劃，行入神嘅計劃，由禱告帶領人。大家我而家示範咗，有冇問題想問啊？即係呢個一個比較簡單實際，即係
就會講出實際上人做到啲乜啊，做唔到啲乜。咁嗱，裏面咧我哋冇唔係有曬全部發揚神屬性講到法。啊，發揚神屬性講到法咧，個大綱係咁樣嘅，可以有嘅大綱，你聽一聽，我講一齊講下。人反面例子一齊講啦。人正面例子。嗱呢度我冇講到正面例子，但係呢度中間你可以喺有時有啲地方講到嘅，即係譬如計劃。有些人真的很有計劃，他的生命真的很大發揮，也有神的恩典，神的屬性和恩典，神的屬性和恩典，還有神的戒命。神的戒命這裡哪裡有呢？如何那裡都有，即是怎樣走出來，是不是？神的戒命。然後呢，釋經一起說，釋經。意思不是解釋聖經啟哥先第五先擺，而是說，總之裡面是有解釋聖經的。但是為什麼這四點先說呢？它因為即是兩個相關的，容易記得。一起講一次，人的反面例子，人正面例子，神的屬性和恩典，神的戒命，釋經，還有人行不到出來的，行不到出來的原因，人行不到出來的原因，又如何行得出來，就是這七樣，接著就挑戰禱告。 OK， 咁呢個，但係因為我那個就變成九點的，這個就簡單一點的，這個就簡單一點，就是容易記得人反面例子，然後呢就是神在這方面的屬性，我都沒寫到是屬性或者是恩典。屬性因為它本身的性可以呢，是因為屬性不同性情，屬性可以包括智慧啦、能力啦，這些都是屬性，就不是屬於性情的。它的美感啦，神的美感啦，咁咧就同埋人點解唔能活出嚟，又點樣活出嚟 ？OK， 好嗱，咁我哋而家咧就試下用個經文，常親近主就多結果子。呢、這個經文大家熟唔熟悉啊？約翰福音十五章五節一齊讀嚇。我是葡萄樹，你們是枝子，常在我裏面的，我也常在他裏面。這人就多結果子，因為離了我，你們就不能做什麼。人若不常在我裏面，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，人拾起來扔在火裏燒了。你們若常在我裏面，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。凡你們所願意的，祈求就給你們成就，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。好了，這個經文裏面呢，這個我用三種色，即是這個三種色是幫助大家看聖經的，大家都可以買三種顏色的筆來mark你本聖經，是一個即係幫你更加容易睇到聖經嘅，明白聖經嘅。紅色咧就係神嘅恩典，神嘅祝福，神嘅恩典。藍色係相反，就係、是犯罪啊、犯罪嘅後果啊、懲罰啊、審判啊嗰類嘅。又綠色係咩咧？都係戒，都係屬於律法嘅。不過呢個就係我哋可以做乜嘢，我哋做得嘅就係綠色。我哋犯咗律法嘅或者懲罰就係藍色，即係同紅色係相反嘅。紅色就係恩典。好啦，咁呢度個主題係乜嘢咧？嗱，呢度常喺耶穌裏面。嗱，我哋睇下點解嗰啲係綠色、紅色先啦，好唔好啊？常喺耶穌裏面，點解係綠色啊？常喺耶穌裏面，點解係綠色啊？即係親近耶穌。係啦，親近神啊，冇錯啦，啱啦，親近神係我哋做噶嘛，係咪遵從神，所以係綠色嘅。神耶穌又常喺佢裏面，我點解紅色嘅？誰想到都說都可以了，為什麼是恩典呢？神在他裡面，神又住在他裡面，即是神會祝福他，那就是恩典。離了我就不能做什麼呢？為什麼是藍色的？這個犯了罪了，沒有跟從了，是不是犯了罪了？那就好像枝子丟到外面枯乾，拿火裡燒了，為什麼是藍色的？係啦，冇跟神嗰個後果啦。常喺裏面，我嘅話常喺裏面，點解係藍綠色嘅？因為佢親近神啦，神嘅話有喺佢裏面喎。佢所願意嘅祈求點解又係綠色嘅？因為跟住耶穌。嚇，佢係啦，佢祈求同埋佢想嗱，屬神嘅人想都係遵從神喎。祈求咧就給你們成就，點解係紅色嘅？因恩典嘅。係啦，恩典會俾佢啦。咁咧，你哋就係我嘅門徒，點解又紅色嘅？就係恩典啦。OK， 好。嗱，呢個主題係乜嘢啊？大致嘅主題，親近主就會結果子啦，係咪？親近主。咁然後咧，
OK， 咁 我想問下大家啦，呢個結果字啦，咁人嘅反面例子係乜嘢啊？唔親近神，跟住咧就唔結果子啦。咁我哋點樣可以講下唔親近神嘅情況咧？係啦，呢啲原因點解人會親近神？呢個屬於第三點嘅，係講到個現象。現象基督徒好多時會點樣樣咧？有啲基督徒會點樣咧？唔會成日祈禱。係啦，唔會成日祈禱啊！好好喎，你嘅思想好喎。你連續答咗幾個問題。懶惰。懶惰啦，係啦，懶惰啦，同埋睇聖經唔能夠集中啦，所以唔明白啦。又對於一睇要睇聖經咧，即刻已經冇乜嘢啦，冇興趣又冇亮光。係啦，瞓覺啦。咁咧冇動力嘅時候，跟住個後果係點樣啊？冇動力嘅後果係咩啊？唔結果子啦嚇，即係亦都有啲人咧，對於親近神係一種負面嘅感覺嘅。點樣咧？覺得哇，又辛苦咧，又要哎呀，我已經好多嘢做啦，我唔想親近神，我已經好煩啦，我唔想親近神。有啲人咁講喎，但係我哋嚟講就煩，梗要親近神啦，咁啊可以平安喜樂啦嘛，係咪？即係佢嘅觀念上。錯誤啦，咁嘅基督徒會有咩後果啊？失敗。失敗啦，冇果子啦。好啦，呢個咁神嘅恩典啊，神嘅恩典呢度點樣樣咧？嗱呢度咧，呢度講嘅神恩典就唔係神親近喎，而係乜嘢咧？神係同呢度有關嘅，裡面嘅有講到嘅係乜嘢咧？會結果子，成就嘅成就。OK， 好，成就係呢個啱啦，即係。神本身的生命很豐盛，所以你一入祂那裡，祂的豐盛就去到你那裡就喳喳聲有結果子的了，即是這裡我們人做的就是親近祂，但是為什麼我們親近祂有果子呢？就是因為祂的裡面是 believe 都是好東西出來的，有力量，是的，有力量，神是充滿喜樂力量恩典計劃，奇妙的計劃，奇妙的大滿有大能，什麼都是好東西的，所以你親近祂呢，佢 believe 佢嘅屬性係咁樣樣嘅 ，believe 就出嚟。咁然後咧，神更新到人會點樣樣嘅咧？當神更新咗一個人，佢就會中意神嘅，中意親近神嘅喎。其實我記得咧，我初信主嗰時咧，好有動力親近神嘅嗰時。但係耐咗咧，因為當時嚟講，一方面人嘅懶惰，我自己懶惰啦；另一方面咧，就係喺教會裏面咧，唔係咁強調呢個同神密切嘅關係啊。即好似就係你睇咗聖經祈咗禱就得噶啦，就唔係咁強調呢個咁密切嘅關係。咁所以咧就慢慢疏遠咗咧，就嗰個得力就冇起初嗰陣時咁喜樂嘅。好啦，咁但係咧經歷聖靈咧就好唔同啦，因為咧經歷聖靈一經歷咧，哇！裡面啲愛湧流，一祈親到即刻有經歷到神嘅平安喜樂，即係神應承咗噶嘛。咁於是我就好大嘅動力去親近神啦。咁呢個就即係神俾我改變，原來即係神嘅本質。當你一得救咧，即係好多人咩教會都會嘅，即刻覺得好開心嘅，即刻有種動力嘅，就係神裏面嗰種質素，同埋佢邊個親近佢咧，佢就賜力量俾佢嘅。咁我當時我記得好清楚，真係有啲時候一靈修，即刻覺得平安喎，即刻感受到嘅。好啦。咁第三點啦，點解人嗱呢度點解啦？點解人唔中意親近神咧？第一個就係反面例子啦，即係人冇親近神呢種嘅現象啦，同埋嘅後果啦。又神呢個屬性就係佢係佢裡面冇好多恩典嘅，所以親近佢就嗰啲恩典俾啲部落咁出嚟噶啦。咁然後第三點解人係唔會親近神咧？有機會係撒旦嘅覺得難阻。係。失眼難阻係會唔會有人嘅問題在先咧？因為一個人好愛主，撒旦就會影響佢同神關係，抑或係呢個人本身有啲問題而撒旦影響佢咧？本身有啲問題，跟住仇敵就揾到破口咯。係啦，咁如果你記得尋日我講嘅道咧，就係唔好賴咗魔鬼先，即係冇祈禱，唔好賴咗魔鬼先，係你自己懶惰，自己唔投入，自己唔感恩。生命有破口，係啦，生命有破口，有魔鬼攻擊。即係但係個開始咧，雞蛋同雞先啊，即係我普通嚟講，梗係雞又生，不過喺世上的而且確有都係有
啊、如果神做咧就做雞先嘅，唔係做雞蛋先嘅，唔係做咗雞蛋喺地下跟等佢孵化，神係做雞先嘅。OK， 嗱、啊、邊樣先咧？係魔鬼攻擊先啦，抑或呢個人個生命有破口先啦？生命有破口先，所以我哋應該追究破口先，係咪啊？就唔好第一賴咗魔鬼先，係賴咗自己先。好啦，魔鬼耶穌乜成啊？魔鬼唔跟啊！好啦，咁我想問你，乜嘢原因點解啲人唔中意親近神咧？懶惰啦，就是、基本上第一懶惰啦，工作太忙咯，工作忙啦，蒙蔽啦，因為佢個思想唔覺得親近神係重要啦。仲有啲咩因素啊？唔可以即刻見到個效果。係啦，有啲人嚟講唔係即刻見到果效，不過經歷聖靈咧就睇到果效喎，真係睇到一親近神即刻睇到果效嘅，即刻得力嘅。即係呢啲不同嘅原因，亦都有時人喺最終啊，譬如成日掛住睇電視啊，成日啊。做埋啲唔好嘅嘢嘅時候，佢個心或者玩遊戲都係一種嘅捆綁嚟嘅。佢玩得多，佢冇話放得低嘅。好啦，咁如何咧？如何啊？如何可以有呢個動力去親近神咧？咁我想講咧，所有啊，即係喺我嘅教導，我強調一樣嘢，強調唔係就係你做，你要做，你要做，而係強調神嘅恩典啊！我想大家咧講嘅時候講多啲神嘅恩典，我哋真係改咧。是神，真係佢。譬如我鼓勵人祈禱，我話你要祈禱啊，你唔好唔祈禱，你祈唔祈禱冇力啊。呢個就用人嘅説話。但我會點樣鼓勵人咧？神有好多恩典噶，喺天上準備俾你噶啦。當你一親近佢咧，嗰啲恩典就俾你暴露咁嚟嘅。咁咧就係激勵人親近神最好嘅方法，就係話神有好多恩典。所以如何有呢個親近神嘅生命咧，就係話第一深信神有好多禮物俾我哋嘅。好多禮物等住送俾我哋嘅，咁咧，於是我哋有呢個信念。我知道親近神有好多禮物，於是我就放低處理我啲懶惰啊，我啲難阻啊。然後咧，我就知道神一定祝福我。於是我一親近神咧，就鼓勵自己喎。呢個互動嘅禱告，如果大家記得互動嘅禱告，我一親近神，神就歡喜啦，神就見牙唔見眼啊，笑到不得了嘅，好開心啊。咁佢啲福氣咧就淋淋聲湧落嚟嘅。咁嘅時候咧，人就會有動力啦。即係每一次親近神嗱，我自己都係咁嘅。我親近神，多謝耶穌，感謝耶穌。我即係話神咧，而家好歡喜，感謝主啊！你咁歡喜，真係好難得啊！感謝主，多謝主，多謝你咁好。即係我時時都會根據聖經，因為聖經話我哋親近佢，佢就親近我哋啊嘛。啊，有人愛主啊，神就將佢叫佢成為尊貴，將佢放在高處，神係好歡喜，一定有反應嘅。咁所以咧，呢個係一種激勵嘅方式，放低啲懶惰，又諗到神嗰啲。咁多嘅祝福，於是我就好樂意去親近佢啦。又挑戰啦，大家想唔想今日開始多親近神咧？啊，咁我都想講咧，親近神咧，其實有我哋有兩種嘅模式，一個咧係專注嘅方式，就係話你專注淨係睇聖經祈禱親近神；另一種咧係你做任何嘢嘅時候都親近神。呢兩種方式夾埋咧係最有效。如果淨係一種方式嘅話咧，譬如淨係一段時間親近神，跟住之後咧又跟住忙碌啦，咁咧亦都力量唔大嘅，因為點解咧？跟住就忘記咗啦。所以最好咧就係有一段時間專注親近神，然後跟住咧就成日都係一種感謝神嘅狀況，咁咧成日都有力量，咁咧更大嘅動力，咁並且使用出嚟去祝福人啦，跟住睇到神使用我哋咧，就更有動力去親近神啦。OK， 好嗱，咁我哋而家咧啱啱我哋講完啦，咁跟住咧我就會俾一啲主題，大家咧就分組兩個兩個咁傾，傾下，然後咧陣間咧講翻出嚟，等大家咧去熟習。羅馬書八章三十二節，一齊讀一讀嚇。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，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嗎？嗱，我想問下大家，我想解經先嚇。點解呢個全部紅色嘅？恩典。神既不愛惜自己兒子為我哋眾人捨了，佢將耶穌都俾咗我哋啦，亦都將萬物同佢一齊賜俾我哋。好啦，咁樣嘅時候，我幫你大家諗一諗，等你一間唔使諗到，即係有因為有啲人可能坐喺度諗啊諗啊諗唔到啊嘛。喺呢方面，神將佢嘅兒子俾我哋，咁呢個信息即係同埋將萬物啊，萬物咩意思咧？
有耶穌俾我哋啦，跟住俾我哋有生命啦，有世上嘅供應啦，有恩賜啦，有能力啦，有各樣嘅預備啦，啊，侍奉嘅機會啦，又俾我哋賞賜啦，有天堂啦，呢啲全部都係一齊俾埋我哋，即係咧送耶穌，跟住就送埋所有耶穌一齊嗰啲禮物，全部一齊送曬俾我哋，係所有我哋需要嘅，其實都係神俾我哋嘅，我哋有嘅聰明智慧啦。好啦，咁喺呢方面反面例子，大家諗一諗，諗唔諗到啦？你因為我想你去諗嘅反面例子就係、是、使呢個主題係乜嘢咧？你想激勵人乜嘢？一個目的想激勵人乜嘢咧？珍惜，珍惜嚇呢、這個一個可以有一個目的，一個係珍惜。好嘅嗱，好嘅，你諗得好嘅。另一仲有可以其他目的添喎，珍惜珍惜乜嘢啊？即係耶穌俾我哋嘅，係啦，安排我哋嘅嘢咯。珍惜我哋有耶穌，白白有珍惜有耶穌同埋有耶穌嘅一切。除咗珍惜咧，相信相信相信先到珍惜嘅，因為信然後你覺得好，然後咧亦都可以去下一步咧，就係、是、更加咧係求啦求。求咧就喺信，然後到求，又得到，又珍惜，即係個次序啊。咁咧亦都可以係發揮啊，即係神俾我咁多嘢，可以發揮，大大發揮嚇。好啦，咁相反係乜嘢咧？相反係乜嘢咧？唔信啦，唔珍惜啦，冇發揮啦。即係神俾咁多，但係好多人都好貧窮嘅，即係個心態貧窮，整個生命好貧窮嘅。咁咧，然後神嘅恩典嗱，呢度就好清楚已經講曬啦，咁我唔講住啦。咁然後咧，點解啲人會得唔到呢啲咁多咧？難唔難諗啊？呢樣嘢有冇呼求？冇呼求啦，呢個其一啦。其實我會係仲有一樣仲先過冇呼求嘅，唔信啦，係啦。其實咧，我同神關係最緊要基礎係信。我相信神係好好嘅，好多恩典俾我哋嘅。神想提升我哋嘅，想幫我哋嘅，呢、这個信心就會提升我哋嘅。咁咧，亦都有其他原因嘅。OK， 好，咁大家可唔可以試下兩個兩個將呢個討論試下嗱？並且我想你一間 present 嘅時候講出嚟嘅時候咧，係唔係好似講即係一 point 一個點一點，而係咧好似講一個簡單信息咁樣簡單咁樣講出嚟嗱？我示範翻啊，譬如講翻喜樂咁啊，我示範點樣叫一個信息啊，即係唔係一二三四五？因為我而家討論就一二三四五，如果講喜樂啊，嗱我簡單咁樣。好短嘅啫，五分鐘講完。譬如啦，啊，即係我講到今次咧，我哋講到喜樂啊，即係神裏面咧，神都話俾我聽，神係喜樂嘅，神咧因我哋歡欣喜樂，默而愛我哋，且因我哋喜樂而歡呼嘅。喺西番亞書三章十七節，神有一個喜樂嘅神嚟嘅。咁而聖經亦都講到咧，神嘅子民咧係歡喜快樂。喺詩篇有好多講到神嘅子民咁樣點樣歡喜快樂，仲讚神。當以色列人過紅海嘅時候咧。跟住咧，佢哋得勝嗰時候，佢哋真係好興奮喎！米利亞就帶住嗰啲婦女一齊用嘅搖鼓喺度跳舞，哇！感謝神，神咁樣拯救我哋。嗱，我哋其實睇到神好多恩典，我哋個個都有經歷神嘅救恩係嘛？神感動我哋，神將福氣俾我哋，我哋就感謝神。咁所以基督徒應該日日都開心喎，係咪？係應該嘅。不過咧，又似乎唔係喎。應該係，不過唔係成日都係，都有好多基督徒咧，唉，好煩啊！啊，啲家庭問題好多。哎呀，婚姻問題好多啊！做係啦，啊啲啊，我內心又唔開心，又有憂鬱啊！即係都有好多基督徒人呢、这個世代咧，都有更多基督徒咧係有呢個憂鬱嘅情況。咁咧，即係真係冇活出喜樂。咁冇活出喜樂點樣咧？冇好嘅見證啦！人哋睇到基督徒咧，啲基督徒咁軟弱啊，同埋咧自己都辛苦喎。所以有啲基督徒就話咁樣講嘢，做人難。做基督徒更難，因為佢嚟講點解咧？做基督徒要做多啲嘢，人哋做翻工食飯、煮飯食飯啊，去玩啦。我哋仲要做多樣嘢，要祈禱，又翻教堂，又要去睇聖經，又要去傳福音。佢就覺得多咗啲責任，所以佢覺得更加辛苦。同埋咧，普通人鬧人又唔緊要，佢鬧人又唔得喎，咁啊覺得哇好多限制啊，於是咧冇乜喜樂。咁樣做基督徒好慘啊！所以有基督徒同我講。耶穌快啲翻嚟，佢唔係中意耶穌翻嚟，耶穌翻嚟唔使做啦，即係唔使咁辛苦啊！即係佢覺得好辛苦，係捱啊，捱
埋世界。好啦，第一個人嘅問題，但係神其實是一個喜樂嘅神，神真係咧好開心，天堂咁開心，天上嘅聖徒咁開心。神嘅計劃本來基督徒咧個個都哈哈笑感謝耶穌，成日都開開心心，成日都係有咩困難都話唔緊要，神一定幫我，唔使擔心，唔使憂慮嘅，係咁嘅。因為神嘅本質，佢裡面湧流出永遠唔停止嘅喜樂，天堂都係噶，永遠唔停止嘅喜樂。所以耶穌話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嘅快樂，真係咧，我都好羨慕。有啲人去過天堂都講到嗰種愛啊，嗰種喜樂真係好大。咁但係點解基督徒咁難有喜樂呢？因為我慣咗普通人嘅方式生活，由細個長大，有問題就俾人鬧，我哋又鬧人，我哋又發脾氣，有啲咩唔順利，點解會咁樣樣㗎？有冇搞錯啊？哎呀，你都唔做乜乜乜，你都唔幫手嘅，咁我哋就好容易咧就會埋怨啦，就會唔開心啦，就會記住人啲唔好啦。點解佢成日都係咁樣樣咧？就變成一種生活模式、思想模式。即係好多基督徒信耶穌，只係唔同咗咧，就係禮拜日翻教堂，即係唔同咗佢會祈禱，但係個平日生活都係同以前有時好類似嘅。佢生活方式冇改變，所以咧佢嘅思想模式冇改變，成日睇唔好，所以佢好煩惱啦。咁點樣可以有翻喜樂呢？我哋要記得脱下舊人，因為我哋嘅舊人就令到我哋失去咗喜樂。係啦，而神係喜樂嘅神，成日諗住。神天堂好開心㗎啦！我哋一齊講一次，神咧而家天堂好開心啊，喺度哈哈笑啊，好開心，好輕省噶。雖然神好多嘢做喎，嗱我哋都可以話，如果神會照顧我，我使乜咁擔心呢？神一定幫我嘅。咁我就開始改我啲價值觀啦，因為我啲價值觀可能咧就話事情順利就開心，唔順利就煩惱。嗱呢個價值觀改啦，事情唔順利，神都會開出路嘅，神為我開條出路，咁咧我唔使擔心嘅。問題的背後一定有神的解決方法，這個思想模式的改變。然後呢，時時親近神，時時呢，親近神呢，很重要的鎖匙是什麼呢？得力。是的，得力，經常想著神好好的，很多恩典的，所以看聖經，一邊看的時候，哇，耶穌這麼愛那些人，神的恩典這麼多，一邊祈禱的時候，感謝耶穌，耶穌愛我，我一祈禱神就歡喜，這樣的思想很正面的，經常都是神好歡喜，所以個人就輕鬆啦。感謝耶穌，做基督徒真輕鬆，真喜樂。哈利路亞！咁嘅時候咧，越多祈禱咧，唔單止自己開心啊，亦都有聖靈嘅恩膏喺裏面，為人祈禱都會有喜樂嘅。所以呢個心一定係放鬆嘅。你想做人係咁樣樣咧，個心鬆曬，哈利路亞！咁我自己祈禱嗰時咧，我係追求個心越嚟越鬆。啊，路亞，啊！感謝耶穌，當我咁樣親近神，真係好開心，好開心嘅。想想咁樣樣咧，其實咁享受好多嘅啦。好多人俾錢俾好多錢去旅行，都係想咁嘅。不過俾完去旅行，又可能又發蚊疹，又發牙燥。哎呀，個導遊都冇幫我嘅，食嗰啲嘢咁鹹嘅，啊，即係食嗰啲嘢我都唔，我唔想，我想食嗰啲又冇嘅，好多煩惱啊。但係如果我哋成日有神嘅恩典，成日就開心啦。當我哋開心嘅時候，有個美好見證，周圍嘅人見到就哇，信耶穌咁好，我都想信耶穌啦咁。嗱好啦，即使我就示範一個好簡單嘅五分鐘嘅信息，真係五分鐘嘅，五分鐘嘅信息就將呢幾點咧好簡單咁講出嚟，就實際啦，容易明白啦，唔難明白啦，咁咧就所以我希望大家咧都嘗試下操練下兩個兩個去傾。傾完咧，有啲唔得，你可以三個嚇。咁咧傾完一間出嚟，多啲人分享，試下衝破。嗱，當你做得多咧，你發覺咦唔係好難嘅喎，原來呢個方法唔係好難嘅喎。而好重要就係發揚神屬性，講出神嗰種本質係幾美好嘅，神真係好靚嘅。